他不是人，他是神。三天三夜，我们跟着他的脚印，可就是撵不到他们。我们现在死了这么多人，我们会失败的。在我的世界里，没有如果，只要结果。结果就是，我亲手抓住他。
康德皇帝，还有日本人邀请你做大将军。我知道你不会投降的。你为什么不离开满洲呢？沿路上行进全都是关东军，你为什么不走呢？不逃呢？他们都跑到苏联去了。说句你最不爱听的话，抗联败了，输了，咱得认。周斌，你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。周斌，周斌，有什么不敢出来见我的？不必了，司令，我了解你的想法。你就这么怕死吗？我不怕死，我敬畏死。只有活着才有一切可能。司令，我劝你先活下来。人走着走着就变成狼了。抗联牺牲的兄弟们，让我给你带句话。我们在那边等着你呢，成斌。尊重理想没有错，但是要认清现实。司令，你没子弹了，讨伐部队马上就要到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最后的子弹。我最后再叫你一声大哥，投降吧。Thank you.
走，姐姐走。
Ребята, засада. Нужен проводник. Звоните в штаб. Я старший капитан Шуде. Скажи своим солдатам, чтобы отступали. Их координаты я определил. Курдежим по северу, по моей команде. Огонь! Стой! Мы же Союзные войска! Мы еще не дали Рибера! Чем больше они будут вверх!1945年8月了。Это свои, мои сослуживцы. 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，这位是上校旅长吉亚科诺夫同志。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严红光支队。Я наслышан о вас. Это мне не дает покоя. Вы должны отозвать их и вывести в бой. 红静同志，让你们给我们让路。不行，我们接到上级的最后一道命令，是要守住这片地区。严红光支队奉命在此战斗，大讨伐、大扫荡，静安军守卫队、关东军。我们的部队一步步被打散，打散了聚起来，再打散再聚起来。我们不管还剩多少人，我们严红光军旗从来都没有倒下过，严红光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严红光始终都在战斗。大可为杰萨们，谁是严红光？我们每一个都是严红光。
红静同志，请求从东北抗日联军严红光支队的盲区通过。严红光支队准许你不通过。敬礼。東京は再び沖縄からの米軍爆撃機に襲われた。天皇は日本国民が敵に空腹しないと呼びかけた。帝国都要战败了，这面红旗还没有被拔掉。严红光支队，严红光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安公将军，我实在是无法理解。报告，我们的防线已经被敌军击溃，目前敌军距离我们指挥部这里只有半天路程。下来的人呢？均已遇碎。严红光又回来了。我们现在撤离还来得及。销毁一些资料。嗨，销毁一些资料。虽然有预感，但日本投降的消息比原子弹的爆炸更加震撼。许多日本人在这一天都是茫然而麻木的，有恐惧和惶惑，但又有一种得知结局后的解脱。对于岸谷雄一来说，他的战争早已结束。在严红光在宋延桥死去的那一刻，他已经战败了。大雪中他见识的那种无法掩饰的光芒，那是他永远不会有的神圣的力量。他难以理解，只能仰视，充满畏惧。他效忠的帝国天皇在这力量面前毫无胜利的可能，这力量带给他的只有绝望。这几年他精神高度紧张，总在噩梦中遇见不死的严红光。今天他仿佛又看见了他。岸谷雄一觉得奇怪，自己早该去死，不知为何拖到今日。年轻人，你们是谁？东北抗日联军严红光支队少年队队长小肚子。我知道，我以为你们早就死了。不，阳光司令有令，让我们奉命活下去。岸谷雄一，你的末日到了。斯大林万岁！伟大的苏联红军万岁！伟大的苏联红军万岁！万岁！
是你杀了严洪光，你才是叛徒！我叫陈生，我不叫什么陈斌，难道你不觉得你自己羞愧吗？斩了谢谢的双手，陈斌，就让他杀死了严洪光！你混蛋，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你现在成共产党了？他脸上的疤就是最大的证明，就让他杀死了严洪光！你住手！汉奸陈斌魏大罗。 宋烟桥。